是一个 oversize， 所以呢你不用担心里面要刷毛，几件毛衣加在这个手袖边都不会有卡袖的问题。再来你看它整个扎实到不行耶，完全不灌风不走风。下摆呢你看是做这个毛衣的弹性面料，它是有点类休闲款式的感觉，就是有点这样子小蓬袖，然后有点小落肩的感觉。如果你想要低调一点你就买黑色，黑色就是整个非常耐看，然后就是车黑线，然后它的这个边的延伸还有它雾面的瞳扣都非常的精致，然后左右两边的口袋都是真口袋。米色的话我们一样就是撞黑色边，那整个就可以看到整体外套的一个线条会跟黑色来的比较不一样。它是厚挺料子的，不是很重很硬的那一种，然后也不是捏起来很厚那种，但是我保证它是让你修滚滚的那一种。这一个是比较偏夹克类的，所以你看当我天气很冷的时候把它拉上来一样好看，它有做一个这种小落肩飞鼠的感觉，下摆的弹性超级好的。